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新泰，本大学论文系的何新泰。这个单元我们要讲解的是日语文法十大词类里面的第十种词类助词，助词的第二种接续助词。那今天我们要讲解的两个接续助词，一般来讲并不是那么常用，因为它们是。 大部分古时候在用哦，但现在日文有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。那在这里我们就提出来介绍一下，mono n o 跟 mono 都是 mono 开头，所以当成接续名词的方式来接它就好了。我们往下看。 好，助词的性质，其实我们就不再做太多的重复哈，稍微的念一下好了。它是附属词，面活用，也就是不像用言，它会有词尾变化，或者是助动词会有词尾变化。然后呢，它的数量很多，大概几十个啦。一般我们分四种：隔助词、接续助词。现在我们在讲的接续助词，瞬间跟逆接，还有副助词跟最后的中助词。 中助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“yo”、“ne” 的这样的中助词哈，“so” 这是 “ne” 那个 “ne”，“i” 这是 n 那个 “ne”，“abunai” 这是 y 提醒人家注意的哟，这都是中助词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那格助词之前我们都提过了，大概十个左右哈、哦，最主要接在体言、名词的后面。 啊、呃，表示温洁跟温洁之间的关系啦哇啦，对不起、哦，哇是副助词，是嘎啦嘎喏等等的哈、哦。接续助词啊、呃，跟各助词相对的地方是，它是用眼，接在用眼，或者是助动词。也就是说，它会有一些词尾变化的这些词类之后，一样表示温洁跟温洁之间的关系。 然通常就是顺接，因为怎么样，所以怎么样，或者是逆接，因为……哎、呃，对不起哦，这样子。但是，即使怎么样，也怎么样。对，这种逆接，然后是这个样子，却怎么样，努力的这样的逆接哈、哦。好，那继续助词，其实我们有分了很多单元来做介绍。第一个，我们介绍了八。 那八是条件表现的一种哈、哦，这四个我们做了整个的做了一个异同的比较。然后八，另外还有并列关系的表示了。天某即使怎么样也怎么样，要连浊音就要连浊音哈。他里他里表列举哈、哦，通常是这样的一个句型啊，他里他里思路，但有时候会省略前面一个哈，他里思路也是有的。 逆接的还有 k i けども，这是最常用的一个逆接的接续助词喽，表示但是，它会说音，因为会画常用啊，讲话的时候 Kitty ど i ど t けど。好，还有嘎嘎也是常用的一个接续助词哦，出，其实主要也是逆接，但是另外它有一个单纯接续，就是不是逆接的用法哦、啊，这个、要请同学注意一下。 卡拉诺德，诺德卡拉表示原因理由喽。这个也常常看到，常常用到，常常听到。因为怎么样，所以怎么样。但是诺德跟卡拉有一些区别，要稍微注意一下。诺德因为是 no 开头，所以接在第四变化连体型后面。然后卡拉是接在第三变化中止型，它们接续是不太一样的哈。诺逆表逆接，一般中文我们翻成却怎么样，却怎么样。 也是 no 开头，所以用第四变化连体起来接。c 用第三变化中止型哦，表并列关系。好的，那贴心的这个接续助词其实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接续助词，因为它的用法非常多，要一个一个去将它区别开来，然后正确的使用会比较好。 那、啊、最常用的就是表积极关系啦，就做完 P 以后才做 Q。那这个用法相当于 take 啦，哈。但是 take 啦只有一个用法，但是 take 有好几个用法，它有表示附带状况、手段、原因、理由、并列、对比等等的用法。那为什么要分成这么细呢？因为它否定时是有两个，一个是 n g h t day 一个是 n o good day。那因为前面的肯定型的用法不一样。 那对照过来的否定性用法就不一样啊，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。那个啦，同时进行，通常是两个动作的同时进行呢、啊，一面怎么样，一面怎么样，一边怎么样，一边怎么样，哈。这次这次跟那个啦一样，有两个用法。刚刚的那个啦，还有第二个用法，就是前后处于矛盾关系的确定意见的用法，哈、哦。这次也一样，但是呢，它一般是。 用在文章，也就是书面语言的时候，还有它第二个用法表决定意义的时候，常用之字某的形式，这个要请同学注意一下。另外还有之之阿鲁的用法，那经济的慢慢的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呢、啊，等等哈、哦，就逐渐朝向某个方向进行的是意思。那有之之阿鲁的用法，动车边来接他。我们往下看呀。Yeah. 这也是用于书面语言哈，通常是用呀」（イ那）的形式表示以某种动作为契机，马上就发生下一个动作。那相当于现在日文的トスグ。トテ也是一样，常用于文章或书面语言，表示前向或向的假定逆接关系。那一般在讲话的时候，通常用它多为ドイデモ，即怎么样也怎么样哈。好、クセニ、クセ。 开头，所以用连接名词的方式来接它，怎么样却怎么样。但是它跟努力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加有责难的语气哦，责怪的语气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要讲的 monono，老师先喝一口水哦，请等一下。好。 mono Mon 呢，其实是用于部分逆接。哦，什么叫部分逆接？我们可能要看一下例句哦。哦，对不起哦，我只标在这里。部分逆接啊、哦，对不起，部分逆接，表示承认前项的部分事实，但是呢，后项仍有相对的状态发生。那或者是带有不满的语气哦，mono。Mon 用言的第四变化，因为是 mono 开头，连体型来接它。那现在日文有时候习惯我们用 towa you mono no，或者是 you na mono no 的形式，在讲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例句就知道了哈。来，第一句，新しい携帯電話は買うには買ったものの使い方がよくわからない。这个新的手机啦 买了我是有买了哦，但是呢，它的使用方法哈、啊、不太清楚啊，不太清楚怎么用这种智慧型手机啊。那一般上了年纪的人，那个卡你尼瓦卡达莫诺诺，买了是买了啦，就是他承认前项的部分事实，买了是有买了啊，但是一般我们买了不会用，也实在是有点好像有点消化、哦，但没办法就是这样子哈、哦。 是这样的一个用法，然后像有相对的状态或有不满的语气，但但是就不会用啊。它不会用的话，就像一块石头啊。尤其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功能那么多，比就像一台小电脑了哈。对于有点年纪的人可能比较麻烦，但对于年轻的同学来讲，你们是几乎每天就是非常宝贝他爱护他了哈。好，第二个例句，数学の勉強はしたものの。 认真，我没了过那嘎达。好，数学啦，数学，数学虽然念还是念哦，有念的啦，但是呢，却怎么样？感觉一点都不有趣哦。哎呀，数学这一门学科其实最讲逻辑的哦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直数就是直数，其实非常可爱哦。我所谓的可爱是它没有任几乎是没有模糊的地方。 地方啊，非常讲理论、讲逻辑的。如果喜欢他的话，可能会非常喜欢啊。但是有些同学可能对他就是非常敏感哦。哦这没有办法了。好，吾れはモノノ第四编号例题再来接哈、哦，有高兴的啦，但是呢，かなしさもある，也有悲伤的事情，人生嘛。好，那第四句呢，一般有时候会常用这样子哈。哦 阿倍さんはや優しいからと、对不起啊，<laughs> さんはやしいからとは言うものの、気をついい啊，先生啊，啊对不起，阿布先生哈、哦，他虽然让人家感觉他非常温柔啊、善良的样子啊、哦，虽然是这样子，但是呢，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、还是小心一下比较好哦，因为人心隔肚皮啊，不要看到外表哈、哦。 好，鏡表示止哈、哦，不要粗心大意啦，哦。啊、呃，你只有受伤啊，受伤就这样子结束了哦。就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啊，还好你只是受伤而已哦。但是还是请你不要粗心大意啊，因为差一点就会差很多。这是 monono 的用法，它、呃、一般是故意留下来的用法啦 不常见，但是见到的时候，希望同学能够做正确的理解、哦，能够正确理解、哦。做是不需要的。中文我用了最词，不好意思，来往下。十六，mono o，是 mono o，没有错，但是它已经就是被当成一个接续助词来使用了。我们查词典其实可以查得到的哈、哦。好，它是确定逆接的用法，其实相当于 no ni 啊，gu seni，但是，但是。 他表示呢，事与愿违的发展，然后对于这样的事与愿违的发展呢，我们有后面有所不满，发牢骚，不就可不平、悔恨或反驳等等的语气哦。那通常是用你的第四变化，因为是摩托开头哈、哦，摩托开头嘛，所以用连体型的方式来接它哈、哦。気をつければいいもの不注意か事故が起きたの你只要 注意有小心的话就好了，但是却怎么样呢？你就因为不注意啦，所以才发生事故的啦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所以有时候表示牢骚不平或悔恨啊，就是这样子啦。その,の这是我们从农历那个？ 地方的例句直接调过来，把努挪改成 m o n o 的，可以通用。但是 m o n o 呢，它会更加强后面这些语气哦。那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成为反驳、啊。那一位政治评论家什么都不知道，像明嘴一样。然后呢，就好像装作知道的样子啊，那个真讨厌啊，一直很想反驳他哈、哦。其实就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这个也好，这个也好，什么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啊，等等的哦，骗人。

就跟他那个道歉就好了啊！你跟他那个自己最喜欢的女朋友吵架了，那个其实男孩子嘛，就道个歉就好了嘛，还在那磨蹭什么？你看现在越闹越大了，已经冷战半年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，好，接下来呢？ 它其实后面是可以省略，因为前面这样子讲的话，那个整个的讲到 m o 那个不满、牢骚、不平、悔恨或反驳的语气，其实就非常强的，已经都表现出来了哈。所以到这里就可以了。那在这里停掉以后，就是中次中助词性的用法喽。哎呀，可啊，麦了巴一 m o 哎呀，你早点道歉就好了啦！快快快，我吧，四个。 苦了吧？有啥说呢？么咯？哦，更加那个稍微更委婉的语气哈、哦。你如果马上来的话，不是就比较好了吗？快快快，不要啊！然后可能悔恨了，那就没有比较早来哈、哦，因为已经这样发生了。第四句也是一样，这叫确定逆接。好，今天介绍的 m o n 跟 m o 不是那么常用，但是还是看得到了。那、呃、希望同学能够多加理解，然后自己要多做一些练习哈、哦。今天是奥斯卡八十九届的颁奖典礼，早上我看了啊，颁奖典礼这个就要看实况的哦。然后他们发生了一些状况，在最佳影片的时候，搬错人了，哎呦我的天，啊，出了这个大乌龙哈、哦。然后最佳女主角，我没有什么意见啊，因为。 我对他的印象还是留在资助人的女朋友那一边哈、哦，那一部电影我也没有看，还没有看，还没有看，应该找个时间会去看。但是我最喜欢、最排在第一个顺位的就是那个《异星入侵吧 r i v e r 哦，因为里面的那个女主角演的就是语言学家，哎，刚好跟我的职业是一样，所以我对这个特别有兴趣，又跟外星人 他那个语言如何沟通啊？哇，那个文字我太、太太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！竟然是圆的那一种形状哦，把它弄成，应该可以，嗯、呃，非常好玩。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为止。Good night and good luck，晚安，祝你好运。我是小何。